帮助我们学了，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能够应用出来。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所以，天主教跟基督教的分别，有什么问题要先问一下？上次讲了以后，可以吗？他们两个是同一个宗教，是吗？不是。为什么有些误会是呢？最主要就是说，有些人说嘛，他跟我们相信这个同样的使徒信经，对不对？使徒信经是很相似的。比如说，我们看看接着讲啊，使徒信经，这个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有没有看到？长老开这个电视，开电视。开了吗？使徒信经是几时写的？大概是成稿的时候是八世纪啊。但是他的就是早一点的时候已经有了啊。但是他总的来说，现在我们看到的使徒信经的字句是八世纪才有的，早之前就是有教会有四大信经嘛，对不对？三二五三八一的叫做什么信经啊？尼西亚信经。尼西亚信经，三二五的信经就是尼西亚信经，三八一就是君士坦丁的信经。其实三八一就叫做尼西亚君士坦丁信经，简称就是尼西亚，只是说三八一的信经是给三二五的是一模一样，但是给它增加了，所以通常我们讲尼西亚信经就是指到三八一。所以呢，教会有四个信经但是这四个信经都不是使徒信经，可以吗？这个是比较简单的。所以比较受欢迎吧，无论是哪一种的信经，教会里面的这些古老的信经，基本上基督教跟天主教所相信的都是一样还是不一样？一样还是不一样？我慢慢看了，你看他。这些信经都是怎样分的？首先就是我不用抄了因为都是在网络里面看到了。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是一样的，对不对？然后第二部分就是我信主耶稣基督。然后第三就信什么？圣灵啊，三个方法。然后就跳到去我信教会是圣而公之。教会，但是这个翻译中文的翻译不太好。为什么呢？因为教会的记号是有四个，教会的记号有四个，是哪四个？我刚刚前年写着一本书，叫做《教会的记号》就是从古典到现在，其实都是讲以前教会呢，你要去这个教会。你怎么知道这个教会是好的教会？你怎么知道这个教会是名牌的教会？那这个教会就有四个记号，这四个记号呢是从哪里来呢？就是从这些的信经，无论你是使徒信经还是这个尼西亚信经，都是怎么讲的？都是我信的教会是怎么样的？这里讲教会是什么？圣、公。这是公，就是大公教会的，这是 Catholic。这圣就是什么？圣就是圣是圣洁吧？还有呢？但是你看英文的翻译比较好英文就会有教会一定是一，教会是一的一一个一，一个是圣，一个是大公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使徒的教会。好了，这个
四个的分法就是都是这样。所以你看这个天主教里面所讲这四个重点，就是我信父上帝是怎么样的，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然后是圣灵是怎么样的，然后第四部分是教会是怎么样的，然后后面还要加上一些三体复活啊这些东西。尼西亚信经所讲的天主教会信吗？在大陆教会有时候崇拜的时候大家也会念一些使徒行经，有没有啊？有啊，那就表示说我们基督教也是赞同啊。所以你单单看使徒信经的时候，没有发现基督教跟天主教是有分别的，没有，完全没有啊。所以有些人就误会啊，那我们这个教会基本上两个啊，基督教天主教是一样的，其实不是。就是我们上次商堂我们就告诉大家有些不同的是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哪方面不同啊？对啊，就是这个教义里面就是下面一些教义啊，等再过几堂以后我们讲到一些异端啊，摩门教啊耶和华见证，他们就是在耶稣这个东西里面不同啊。但是呢天主教不是这样的啊，它的表面上都是跟我们很相似啊，很相似。然后呢我们要发现他讲到这个救恩里面，他也是讲从恩典开始。我们也是从恩典开始吗？是的，但是有什么分别啊？分别在哪里？分别在哪里？对，他们是有恩典，信就是恩典了啊。这个恩典，然后还要加上什么？加上这个好的行为，我看在这里边好不好？你看到他们就是也是你看到里面，他是首先就是有恩典注入我们里面啊，所以你要信耶稣呢，这个是天主，这个是天主教的看法啊。首先就是有恩典。所谓的倚靠恩典，他所谓的倚靠恩典跟我们所讲的倚靠恩典也是不同，请小心啊。上堂我们告诉大家他们是有恩典开始，然后是什么，然后最后还要加上功德他们才得救，对不对？但是我们这堂更清楚一点啊，清楚一点让大家去明白。就是天主教呢，他不单第一个 step， 第一个步骤啊，步骤的时候是倚靠恩典，但是他所谓的倚靠恩典呢，你再看深入一点，慢慢再打开的时候，就会发现他所谓的恩典得救的人是怎么样？这恩典是怎么样？恩典是要注入，走进你里面啊。什么是恩典走进你里面呢？恩典走进你里面的，所以英文就是 infused grace 啊。我们得救的时候需不需要恩典走进我们里面？我们不需要的。我们只是得救是什么意思呢？得救就是说譬如说有人一直在批评你的儿子好不好，一直说他不好，但是你做爸爸妈妈的，你会爱你孩子吗？为什么爱？这个孩子啊真是不好啊，他是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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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了以后他就告诉你，你把他丢掉吧。你会吗？为什么不会？还是自己的孩子啊。所以无论人家怎么投诉啊讲什么啊，但是你还是要怎么，还是要暗中的去帮忙他，对不对？这就是得救。就是说
我们能得救还是不得救，就是这个父亲他怎么样，他给我们恩典嘛，啊，所以圣经里面你看到一些例子，圣经讲这些因信称义有什么，有什么例子可以讲一下？法利赛人跟什么？跟这个税吏的祷告。耶稣说，耶稣喜欢哪个人的祷告？为什么？税吏是不好的好不好人的，不是好人来的。但是为什么还是要，喜欢他呢？真心悔改，其实对依靠神是最重要啊，依靠神是里面的。你要知道这个首先你要比较一下这个例子，耶稣讲这个例子是只是一个例子，只是一个律比，好不好？他要把当时代的以色列人里面相差很远的东西啊，就是说以前的以色列人他最讨厌的是什么人？为什么他们最讨厌是税吏？其实国家里面呢，国家里面最讨厌的人就是这个卖国贼，对不对？好像我们以前日本人打过来的时候，我们最讨厌的是什么中国人呢？哎，对了，就帮日本人那些呢，我们就是最讨厌他，对不对？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呢，他们的这啊不是汉奸，是油奸吧？他们的油奸就是税吏，为什么呢？因为呢，你要统治这个地方呢，最主要你要拿这个金钱回来嘛，这个钱是最重要啊。最近大家知道这个中国大陆跟这个美国有这个贸易战嘛，啊，其实以前好像这个鸦片战争也其实也是一个贸易战，对不对？都是钱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所以你一个地方你去到别的地方的时候，最主要你就要把这个钱拿来。这个罗马人呢很聪明的，他不要自己去收钱，因为你自己收钱呢，这犹太人是不是好脾气的？所以你收的时候，每年你都会十几个警察啊、军队啊、暴动啊，你就他不要。他怎么办法呢？就是你要找一个，比如说你在这个地方啊，这个 Milpitas 这个地方，他的收税是要，他要收每年要收2000万，好不好？啊，但是呢，罗马人是怎样的？他是说他把这个位置拍卖，就是你有本事的，你去修，你修了以后，你收到3000万，那你怎么多的多少啊？你多了1000万怎么办？对，你自己的。但是你收了小了1000万，那怎么办？罗马人不管啊，罗马人不管你这个位置是2000万的，所以呢你一定要给我2000万。所以你他罗马人的意思是说，我不要花我的罗马人的生命，我只需要收钱。所以呢，如果你里面有本事的，有一个人有本事的，你去收钱，啊，就所以你要把这个位置就拍卖的时候呢，是当然是价高者得吧，啊，最后你买了这个位置是怎样呢？好了，所以呢，税吏是什么人呢？哪些人为买这个位置去做的？你会不会？你有钱也不会，为什么？你一定要怎么？你去收钱啊，人家不给呢，当然是不给啊，啊，所以怎么办？所以呢，税吏其实就是黑社会，对不对？他有自己的警察，啊，所以他太离谱的时候，他会叫罗马兵过来帮忙，但是平常的处理这些问题他都不需要的，他有自己的警察，有很多这些东西，就是收钱、啊，所以呢，犹太人最不喜欢的就是整个所有人里面最讨厌的就是税吏，啊，所以耶稣故意的拿一个例子去对比，就是犹太人
一听到税吏这个名字怎么样？哇哇，那个是什么？一定会变的，哈，一定会变的。好了，那犹太人最喜欢是什么人？啊，为什么他最喜欢法利赛人呢？啊，你为什么他们他们不但是遵守律法，他们什么是法利赛人？你知道吗？什么是法利赛人？你看看保罗，你就知道了。保罗说他是法利赛人，对不对？所以什么人能够当这个法利赛人？罗曼不当，当然了，犹太人嘛，一定要是犹太人嘛，啊。对，就是对，不单是普通的律法师，还有什么？对，所以你是法利赛人呢，就等于你在当时来说，你就是有一个这个博士的学位，啊，所以你要当法利赛人不简单的。好，还有你拿的那个博士学位，你会就能当法利赛人吗？不是的，还有什么？对呀，所以这个小故事说，这个法利赛人就说，你看我祷告。我这个十诫里面，我这个不做，这个不做，不做啊。然后呢，我每个月每个礼拜进食多少次？他说我每个礼拜进食两次，啊，两次。其实，根据这个旧约圣经的规定，一个人啊，一年要进食多少次？记得吗？犹太人的规矩，旧约圣经的规矩，旧约圣经的规矩是，每个犹太教的人进食几次几次，猜一下吧。啊，法利赛人说我每个礼拜进食两次，但是应该律法的要求是几次？啊，一次。他们厉害不厉害？你是个不吃东西嘛，哈，他们每个礼拜进食两次，还是要选这个日子，就是这个礼拜一跟礼拜四，他一定是这两个日子是进食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日子是这个market day 啊，就是我在潮州的时候，我乡下探访我的婆奶奶的时候，哇，太慢了，太慢了，一个人哇住的太慢。为什么？现在大城市知道我们随时都去 shopping， 可以的，对不对？但是在乡下的时候，几时去 shopping？ 乡下的时候，一个礼拜只有两天是 market day， 就是两天，就是其实就是跳蚤市场，啊，一个礼拜就我最喜欢就是拿两天的早上，哎呀，这个不会太慢，就出去找啊。那这个时候就是人是最多的，这个时候他就选择礼拜一跟礼拜四就进食了，还要把头发蓬松了，把衣服把它拉得不好了。啊，然后耶稣就骂他们嘛，在这个十字路口，就是要祷告，让人家知道他是，还要这个面要擦一些，跟太太拿一些，擦白一点，让他人发现他是在进食吧。好了，你要发现，这个以色列人里面，他最喜欢是法利赛人。虽然你看福音书的时候，耶稣一直骂这些。法利赛人，但是以色列人心中法利赛人是怎么？是最重要的。为什么？旧约圣经有法利赛人吗？有没有？没有。有没有？旧约时代是吗？旧约圣经里面有没有啊？没有。新约圣经才有。为什么？你知道是为什么？其实法利赛人是耶稣之前两百年才有这个智慧的，啊，为什么两百年前才有啊？为什么？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这个以色列他已经亡国了，他很惨啊，就是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主前586年，他就亡国，然后被掳到哪里？掳到哪里啊？巴比伦嘛，巴比伦，巴比伦就是现在的对的。好了，他被掳以后，然后慢慢就给这个亚历山大，还有然后希腊，然后现在是罗马，一直在走下坡。他们就一心一意，他们就希望能够复国啊，能够复国。但是你是一个普通一个小小的国家灭亡了，你能够复国吗？不能的。但是他看旧约圣经，他发觉啊，以前这个以色列国、啊，他是比如说这个大卫的时代，他只是个小小的国家，对不对？他竟然怎么，所有地方他都打，一直打，他能够统治很多不同地方，所以他们都发现一个巧妙的地方，就是说，如果要复国的，如果要国家要强盛起来的，需要什么东西？依靠神，神帮你的，就像大卫的时代，神帮你的，即使你是很小很小的国，都怎么，你都会发展的。但是神为什么会帮你呢？哦，也是一样嘛，怎么啊？不是因为他们是选民是帮他嘛，他们选民最后先亡国了，最后为什么神不帮他们，要他们给这个别的国家去侵略他们？哎，有一个约嘛，新约旧约嘛，同一个约嘛，记得吗？这个约就是要守约嘛。这个约里面，他们不守，约里面就是神要爱你，但是你要做什么？你要守律法，所以呢，他们就发觉，就是说，我们以前亡国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把这个约守好。所以呢，现在我们要复国要怎么办？我们就要守约。但是是不是整个以色列民族里面每一个都会守约呢？不一定，一定有些人怎么如果是礼拜天崇拜的，不是每个都去礼拜堂的，你可能去很多不同的地方啊，你要自由的选择。但是这个不行，我们要这个国家要伟大起来，那怎么办？那就要找一些法利赛人出来。所以呢，在200年前他们已经想通了他们就想到，我依靠战争没有可能，因为这个马加比年代都怎么都已经给罗马打垮了，所以要靠什么呢？现在我们是无所依靠，我们只有靠神，所以我们一定要神去喜欢我们。所以要喜欢我们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些的有些人去管理我们。所以他们就有这个所谓的法利赛人出来。法利赛人呢，所以他为什么他身份，他的读书他一定要很懂律法，很懂，然后他们本身的这个道德怎么样，本身的道德也要很棒，也要非常棒。为什么？因为我给这个法利赛人这个名字他们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呢税吏其实是黑社会。法利赛人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他们是道德警察所以他们就特别在安息日里面很多很多不同的日子里面，他就要去看看这些民众做事有没有做错，做错了犯了律法就要怎么，就要罚他们，要抓他们。所以要怎样的去使到整个民族都能够有一个敬虔的状态，好不好所以从你这个里面你就会发现，对以色列人来说呢，他们最喜欢的是什么人？法利赛人。耶稣就是故意拿这两个，其实这个是个比喻，耶稣就是聊两个人祷告，就是让这个犹太人知道，你们最喜欢的人就是什么？
法利赛人，他祷告了，在圣殿里面祷告。然后呢，你最不喜欢的人就是个油监，就是这个税吏啊，不知道他是什么原因，信耶稣，但是民众感觉这些人就是不好人啊。好了，这两个人祷告，谁听谁不听啊？耶稣就说，不是看他的行为，如果要看行为哪个好，一定是法利赛人。如果法利赛人不好，也肯定不是税吏，对不对？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呢，你怎么能解释呢？你怎么能解释耶稣说神会喜欢听这个税吏的祷告？这个就是这个把福里面，就是这个虚心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把福的东西其实就是因信称义啊，全部都是把福里面所讲的，全部都是颠倒是非的。你再去看里面，为什么就是越者就是强的，虚心的人为什么最后他这个谦卑的人啊，这个他最后能够去到天堂的时候，根本不需要说芝麻开门，这些人去到天堂的时候怎么样？天堂的门会怎么样？对，应该自动不打开，探开。耶稣就用这个比喻，就是告诉大家，你怎么能说明这个比喻里面所讲的是对呢？全部是建基什么？全部都是建基这个一个教义，这个教义是什么？因信称义。现在明白了啊？你明白这个，你就明白我们基督教现在所讲的所谓的救恩是什么，好不好？你一定要明白这个东西，你才慢慢我们去讲这个天主教的这个救恩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原来我们相差实在是什么很远的。10,000,000里，很远很远啊！还有什么例子？还有什么比喻能说明因信称义的？圣经里面有很多啊，还有呢？还有这个葡萄园呢、啊？还记得哪个例子吗？这是每个人一天做工价可能是1两银，好不好？但是这个工作就给你20两，你去不去做？当然去啊！几时去找这份工作？9点开工了，你8点7点就是排队了嘛，对不对？好了，然后最后收工的时候，5点收工，但是收工前15分钟。仍然有人来，最后他只是做了15分钟，最后他拿了多少工资？还是20块的。那这个人呢，就是可能这个人6点钟他就排队了，排了2个小时，对不对？然后他做了其实就是10个小时吧，啊，本来是8个，然后前面排队2个都继续，他就怎么，他就很心中怎么，对对，我们也知道。愤愤不平啊！为什么？我拿20两，但是他做了这个，他仅仅做15分钟就走了，要拿20两，公平还是不公平？公平还是不公平啊？还是不是是公平？为什么？因为这份工作是1两银钱嘛，对不对？但是你做呢，就拿了多少啊？20两啊，多不多啊？20倍啊，当然是很重要啊，对不对？同意还是不同意？公平还是不公平？对，这个才是好的答案，这个答案才是对的啊。所以你说不公平，这个不对，绝对不对。因为是什么？你做8个小时就是1两银。如果你说排队给你两年，对不对？好吧，但是现在这个你二十
两银子银钱啊，公平还是不公平啊？肯定是公平啊。你心中说不公平，这个是不对的。耶稣就是讲，本来上天堂是谁发的，谁发的工资啊？是你赚回来吗？不是，绝对不是啊。所以圣经里面这些例子，你就发现耶稣要讲的就是让我们明白福音的内容是什么，神的国，这些很多不同的类比，就是让我们明白，好不好？所以得救，所谓的因信称义，这个得救根本上是什么？根本上不是你的内在内心做了什么，不是你内在的诚意，可以吗？不是你的诚圣，不是你的诚意，可以吗？但是也要小心啊。我们不是说这个诚意诚圣守律法不重要，我们不要妙简讲。要不要守律法？有。要不要诚意？有。要不要诚圣？要不要？全都要。但是神看的不是看你能够达标还是不能达标，神看是什么？好树结好果子嘛， 你努力就可以了嘛。啊，这个不是我们人的眼光去看，好不好啊？我们一般的想法都不是这样的，你跟我对不对？就是功课做得好就是 A 嘛，对不对？中国不好一点就是 A minus 嘛，都是这样嘛。但是神不是，神是怎么样？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所以呢，魔鬼投诉有用吗？没有啊，因为我们都是他所做的，我们都是他的儿女，所以他都会接纳我们，也就是因信称义了。好了，这个明白以后，我们就讲到这个天主教里面，他就有很多跟我们相差很远啊。比如说我们看里面，他首先就是靠恩典，对不对？看到吗？第二的步骤啊，第一我就没有写了。然后第二的步骤就是你要依靠恩典，拿到恩典以后，第三叫做什么？道德上要怎么样？合作啊，你要跟，就是拿了恩典以后，你就跟神去配好配他啊，你要然后要做到最好的。如果你能够做到最好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第四个步骤是什么？结果是什么？你在拿到什么？拿到永生了。这个永生就是你的报酬，可以吗？好了，这个是二三四，这个二三四就是天主教的思想。我们基督教是哪个是怎么样？我们基督教是怎么样？当然 有原因能够拿到恩典，是一定有了啊。但是是之前我们有因必有果，果就是拿到这个永生，对不对？但是因是什么？这是二，有三吗？有没有？有没有三？哎，肯定可不肯定？有没有三？只有两个，其他同学呢？有没有啊？有还是没有？我刚才讲了半个小时这些小故事，讲完以后你还不能确定啊？哎，对呀，我花了这么多时间，这是让你就明白，你还要选三啊，你还要当天主教徒。听明白，没有三的，绝对没有三的，这就是因信称义了。听明白没有啊？听明白没有啊？可以了吗？我是没有三的，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是什么？二跟四，你因信了，你就拿到神给你的义了。这个义是谁的？谁给你？这个神的义，好吗？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怎么讲？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看看圣经。解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啊，要救什么一切伤心的啊。对呀、啊，这个意思怎么样？本一性，以致一性嘛。这个意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意就是神的意。神的意是甘甜还是苦的？英文圣经翻译，你看到英文圣经就是这个义，这是这个 righteousness， 好不好？这个义，但是我们中文的这个义，有时候我们这个义有时候翻译成这个justified， 啊，就是好像有些你需要做一些东西，其实不是的。在神的角度来说，神的义是谁跟我们成就的？完全是什么？是耶稣跟我们成就的。这是还记得你打工打了一天还是不是拿一天的工资、啊、神给我20天的。他这个例子就是告诉我们，完全所谓的你听到神的意应该是什么？不需要惧怕，乃是什么？那是很开心的。你看到耶稣应该怎么样？开心还是不开心？对呀、啊，天主教不是的，他们就是很奇怪，他们说，耶稣你知道吗？以后审判的时候，在这个白色大宝座里面，谁坐在哪边呢、啊？是谁啊？耶稣嘛，耶稣最后要什么？要审判嘛，所以最后他是审判的，所以你怎么办？最好还是找个人说说话，这个人一定是圣人，包括玛利亚啊，这些，所以他们是敬拜这个圣人，这些东西都是在这里、啊、原因就是他们看耶稣是什么？审判的主、啊、他们怎样解释圣经，对不对？为什么不对？为什么不对？嗯，他是审判的主吗？是不是？公义的审判，我们需要接受审判吗？嗯，好，你慢慢再听。审判在神的家，其实在神的家里面对哪些人起止？你该看哪边的经文，就是说就是得救的不是，对对对对了。所以呢，那小心听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东西都不太清楚，所以呢，就很容易跟这个说，就很容易跟天主教混淆了。严格来说，这个白色大宝座这个审判是什么？是不义的人，就是不信的人哈。我们这些是什么呢？我这是把它分得比较清楚吧，让你去看到。我们是审，如果要审就审问吧，好不好？审问比较好一点，啊，啊，这是论功，欣赏，啊，不是哪种的，哪种，这个要对这些已经其实也知道你是不好，就是要审判你，就是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的犯了官非嘛，对不对？就是谦虚在这个审判这个过程，对不对？你就要辩驳啊。但是这个辩驳里面可能最后还是无罪释放，好不好啊？但是如果有人告你，你还是要找证据啊，你要找律师，要花很多钱啊，然后你还是要怎么，还是要用心去辩驳嘛，对不对啊？不然不一不小心怎么样，最后是什么？反而输了就很惨了，
这上过的天堂啊，这又怎么哇？那、啊、这个你都知道，我们没有这种的所谓的啊审判的程序的过程，没有。所以你听明白我前面的半个小时所讲的所谓的因信称义，你就明白。所以严格来说，啊，这个白色的大宝座不是我们的，我们也审。审问，这是我们等待那个时候是什么？不是很紧张啊？惨了！哎呀，要找律师啊，找，不是，是怎么样？很舒服的，很安详的。啊，可能是大致。我们行的有些行为不合神的心意，我们也可以很舒服在他面前。就是说，我们要只有特别合他的旨意，才能坦然无惧的在他施恩宝座面前。如果做的不好的，我能坦然吗？不一定要拿 A 嘛，不一定要拿 B 嘛。哎，对，我们毕业是拿什么？我们毕业是什么？有时候有些科目 C 我要拿过啊，啊，我的有时候 D minus 我要拿过啊，但是其他科目也蛮高啊，对不对？有时候一时失手啊，还是怎么样？但是总的来说拉起来最后是什么平均的分数是什么60分就毕业了。感谢主，我不是要你拿60分，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这是你的，这是拉响的以后你就心情怎么样，我已经尽量而为了，对不对？但是我已经可以了，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就是因信称义了。在神里面是什么？严格来说，我们都做得不好，只是蒙神的怜悯，可以吗？有一天我的儿子说：“哎呀，教会那个妈妈对我真不好啊，她说经常都是批评我，这个妈妈有时候我们当牧师的儿子也是很麻烦了。”为什么？因为有些会有对他们要求怎么样，好高的，然后他说他就要怎样，所以呢，我的小孩回去要他要在他们很乖啦，都是每天去教会里面，他就煮咖啡啊，做很多东西，哈，我老二很好，很愿意做的，所以他是就很喜欢他。我每次去什么 shopping 什么地方，我都是要我老二陪我去的，为什么？全他做，哈，老大呢？哎，他说你来就来了，不来就算，哈。但是呢，他们就有时候我的教会有些弟兄，他说牧师啊，你的二儿子非常好，你的大儿子不好。哎，我的大儿子好不好？好。对嘛？他说我的大儿子不合格，我特别有时候我的儿子在里面，他说这个不合格，我就忙着说，因为儿子在嘛，我这个儿子非常好，非常合格，只是说我的老二怎么样，超好，但是不，我老二超好不等于我的大儿子，明白吗？明白了哦，照样的。然后我回家告诉我的儿子说，我说人家给你这要求怎么样？我说人家对你怎样做好不好？他说不好。他说我就说啊，人家对你不好是什么？是应该的。为什么人家要对你好？你明白吗，儿子？他对你不好是应该的。我对你不好就不应该，但是如果他对你好呢，你应该很感恩，因为他为什么要对你好？他也不是你父亲，听明白吧？他慢慢就明白。你懂我讲吗？人生有很多道理啊，因信称义的道理。好，老师教书教的普普通通就是好，
不要太差就好了。如果教的很好的，这怎么办？对了，要感恩了。啊，对，奖赏神给我了。你明白？你明白吗？明白这些东西吗？啊，这个是人际的东西，我们要必须要怎样就没有压力。有时候有些人就太，不明白这些，就有些是过头了。啊，同样的，讲到应性称义里面，我们要有一些东西我们需要明白的。有什么明白？既然我们得救是从恩典起家的，那走到审判结局，一直走的时候，我们是靠什么结束我们的这个天路客的路程啊？靠什么？也是信啊，也是恩典啊，明了吗？明白了吗？所以我们是很肯定，如果今天我们走了，去哪里？只是有两个人肯定，大家都不肯定。陆家你肯定吗？当然肯定，对不对？这是讲笑了。要审判吗？哎呀，还要听不明白啊！现在就审判吗？没有审判。严格来说，啊，但是要小心听哈，要小心听啊，要小心听啊，不要走过头，你就会看到，我们是有这个永生的把握，有吗？有永生的把握，有没有审判啊？审判就是要确定你要怎么样，不需要。已经有永生的把握了，还要怕什么？明白吗？所以你从这个救恩里面，天主教跟我们相差很远。譬如说，他们感觉耶稣是个审判的主。对我们来说，神的意不是要审判的，神的意不是苦的，神的意是什么？甘甜的。很好的，啊，他们死了就去，不是去天堂，去哪里？去哪里？天主教徒啊，死了以后去哪里？炼狱嘛，炼狱不是地狱啊，没有怎么佛教徒才是这些啊，他去炼狱，但是炼狱还是受苦的，不是天堂。所以你从这个救恩的总个。很多这些小小不同，很多一点点不同，你怎么想到呢？怎么能记得住呢？你只要把它戴一个眼镜，这个阴性正义的眼镜，好不好？你戴上去看很多东西，你很自然你就看得很清楚。啊，耶稣不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新耶稣来说，不是审判的主。审判从神的家开始，这一句话你走到哪个背景，哪一段经文就告诉你，里面有教会里面呢，要好的，要不好的，有不同的种子在里面一直长大，对不对？啊，这是有这个麦子，还有什么？还有稗子，分得开吗？完全分不开的。然后耶稣说也不要分，几时要分呢？耶稣自己分，啊，所以就是这几千。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但是你自己是知道你是麦子还是稗？对对，你知道你不是稗子，你是麦子，你知道的，所以怎么样 ？OK 啊，就是你就慢慢，你都知道你一定要怎么，很轻松的，神的应许给我们，都能够把这个根，你就知道你就扎在这个建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可以吗？不要问了，啊，所以你不懂的时候就很麻烦了。就是我也说过嘛，上次说，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做《诚义》，他是看看天主教啊，不是东正教里面这些灵修神学怎么能帮助我们诚义在神的面前，啊，什么方法练功啊。我一看他的书名，然后这些我在 Facebook 里面
啊，这啊，我们说这个好书啊，这个要买，我就不打了。买什么？一听这个名字是什么？这个怎么属灵的路程怎么走？哎，从一开始就已经走错路，明白我意思吗？啊，因为你没有这个因信称义这个看法，所以呢，你回到里面，我们这个一二三四，我们在基督教的信仰是二，只是二就走到四，我们不需要二，然后还要什么？还要加上三，啊，你要加上三的时候，就是你要靠着恩典，你就要努力做得最好，啊，你做的，但是你要做多少，你才知道你做得最好呢？肯定肯不肯定呢？不知道，啊，不知道，就是我们上次所讲的，他们认为天主教认为只有圣人才能知道他有多救的把握，啊，所以大部分的人都不能，啊，所以他们我们一听到他的时候，我们就说，哎，我知道我能多救啊，根据他哪里都是圣人了，啊，但是还你主教还没有封你为圣，但是这个就是我们的教育的。不同地方。好了，你从这个角度里面，你看到恶的时候，这个恶是注入恩典，好吧，把恩典注入去，啊，它不是从外面去看的。所以严格来说，虽然他说是靠恩典得救，但是他所的恩典跟我们所讲的恩典是什么，也是相差很远。为什么？因为对我们来说，诚意当然是诚意了，这是神会帮助我们越变越好 啊但是最重要的诚意是从神的眼光去看我们，你是好还是不好，是谁看的，从谁来看，从神啊。所以同学说你不好不重要，你自己说你自己不好也不重要，其实不太好，但是最重要什么？神怎么看，可以吗？明白吗？所以你三的漂亮还是不漂亮，不是你确定的，是谁确定，就是这个意思。但是眼看东西不是，好像残疾也是一样，你是成绩是高还是不高？我的老大读书比较聪明，我老二很会帮忙，但是读书就比较麻烦，哈，所以呢，但是本身的能力就是，一直在长大的时候我已经发现了，我已经很容易看到了，就是叫老大的功课，走了，没有讲完他也走了，可以了，他就走了。老二呢？老二呢，我说你等一等，我叫妈妈来，我没有耐心。你等一下，等一下。我说，我都说，我太忙了，你等一下，等一下。妈妈，你来了，求救啊！我就是这样。但是其实，人是看东西不同，啊，所以不要因为你做的好还是不好，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努力去做就可以，啊，看神怎么看。看神怎么带领，都是这个意思。所有东西都是从神这个观察点去看事情。你就懂了，啊，不是叫你懒惰，不是，是叫你看自己合乎中道，啊，这个就是因信称义。所以呢，我们恩典是什么呢？我们这个恩典是神从外在怎么给我们的，但是呢，他的恩典是什么呢？他的恩典呢？天主教严格来说呢，他的恩典是从内在怎么样？就是神给你恩典，这个恩典要注入啊。他用的很，天主教啊，真是很严格的他的用语，啊，他自己本身的用语不是我们的，他的用语就是说，他的恩典要注入打进我们，好像打针，好不好？你打进去。那怎么样？你就有这个
解读的东西打进去，这个慢慢要发展了，所以你应该是越来什么越来越好了，现在你就有能力了，有能力你就要怎么要做第三这个第三个部分，这什么就是要道德上什么合作，你要跟神怎么这个恩典怎么好好做得好，可以吗？所以他们是怎样看恩典的，所以你把这个三加进去以后，他这个二的解释所谓的恩典慢慢就跟我们不同了。所以我们是讲譬如说这一张纸好吗，合起来，我们说板一性以至一性，解义是板一性以至一性，就是头一半性就是恩典嘛，对不对？头一半靠恩典，下一半怎么样也是靠恩典，这个是本意性以至于什么以至于性、啊、简单来说就是性嘛，就可以了嘛，因为头是怎样美也是一样，所以就是性。天主教是不是了，天主教是头一半是什么，后一半就是功德了，就是好作了、啊、所以你把功德把好作把放在后面的时候，所以前面哪个东西天主教说我们跟你差不多啊，为什么我们都是从恩典起家，不是对，你是从恩典起步，但是最后是什么，最后还是要功德嘛，神给我们是礼物、啊、天主教是什么，神给我们的是什么，给我们是这个 coupon， 有没有美国 coupon 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啊、对啊，你去超级市场买东西你要在报账里面要减减减减减一个叫啊，等于他才什么 coupon 就是几个，最后是要什么你自己要付钱，可以吗？所以 coupon 你就要美国要懂啊，来了以后我就要懂了、啊、最近我太太回香港疫病了，所以我自己去，现在我自己去弄很多，哇这样去去去去去、啊、coupon 里面就要很多、啊、很多 coupon 原来要减啊，coupon 用 coupon 就是要付钱的、啊、不付钱就不需要用 coupon 了、啊、这个就是完全是基督教的意思了，对，明白吗？好、哦、就是有什么问题要问呢、啊、通了吗？啊，凤超君在哪里啊？哈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它跟我们不同哈。你们得救本乎恩，我们一起念，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啊、他们就是有这个行为，因为这个原因呢，十六世纪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宗教改革。天主教呢它基本上都到现在都没有改。它中世纪的时候是接种的救恩观。啊、走到十六世纪的时候他们的救恩观是我们是1514年宗教改革嘛。啊、所以呢它天主教要等三十年。等到三十年就我们是1517，他是1547，好不好？1547年，他们开了一个会议，什么会议？看看蛋，什么会议？天特会议，这 Council of Trent， 天特会议里面呢，他就开始去回应我们的宗教改革的时候的东西，好不好？然后这个天特会议呢，为什么要等三十年才开会呢？你很奇怪，你发觉、啊、就是人家骂你好不好啊，要你做个回应，你要等多久？要等三十年才能做这个回应，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因为当时天主教太败坏了，天主教败坏就是太败坏、当时改教的时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这个教义的问题，现在他还是没有改，现在教义都是一模一样、啊、
然后呢，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当时的天主教他很腐败，有什么很腐败啊？迷信，拜圣人，还有呢，他们没有主学啊，所以为什么慢慢我们基督教叫什么？你看到我们基督教的所有东西都是天主教的相反。你看到我们的有主学，就是表示他们有没有？他们没有，但是他走到这个二十世纪的时候，他慢慢进步了。他现在知道他就是没有就不行了，所以他就要增加了啊。然后呢，我有没有去过天主教的这个崇拜？他们的崇拜叫什么？弥撒啊，就是 Mass 啊。什么是弥撒？弥撒有没有去过？他有没有讲到？十五分钟左右，你说没有？不是，飞宇你是对的。为什么呢？有些还是没有。他现在在这几十年来啊，他们就一直在变，啊，本来一直都没有。最后呢，他们发觉啊，他们的天主教徒越走越厉害，他就是。所以他们就看看，他们看我们基督教的发展嘛，所以他就要学我们的东西，啊，所以他慢慢就是个崇拜里面呢，就是加上一些的讲道，但是呢，就像路加所讲啊，都是可能只是十五分钟吧，啊，有些不同的地区，如果他有些会加强，有些加强，但是呢。基本上这个弥撒 Mass 的意思是什么呢？弥撒最重要的意思是什么？这是你知道天主教徒吗？去弥撒最重要要做什么？圣餐。弥撒就是说你来，他把耶稣杀给你看，然后你拿着耶稣这个宝血，耶稣的身体怎么样？他们要变质说嘛，对不对？磕了以后这怎么样？就神父祷告以后，这个杯就已经不是普土走了，是什么？是血，耶稣的宝血。所以有时候你问他，祷告以后明明是普土酒、普土汁，明明不是耶稣的血，你还是说他们不对。不对，所以他们做给你看的。有时候他这个饼啊，我们讲啊，这个饼你去弥撒，你就这个饼吃不完了，那怎么办？去弥撒的时候，这个神父在后面，他就用这个钥匙，还要钥匙啊，打开这个箱，打开以后给你看到，把这个什么，把这个饼放进去，然后还要盖上，然后还要拿这个钥匙把它什么？锁什么锁金钱啊？锁他们，哦，不是。有时候你问他为什么要把这个怎么严谨的态度啊？因为是什么？耶稣的什么身体啊，不能糟蹋的。所以等一下还要用啊，有一些机会他要探病啊，还要怎么样啊？这是他们的讲法。所以去弥撒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吃耶稣的身体，所以天主教徒呢，他们一定要上礼的，他们的弥撒，圣体，对，圣体啊。然后呢，普通一个天主教徒，如果是最不好的天主教徒，但是每一年你最小要去一次弥撒，哪天要去弥撒？最不好的基督徒，你最小要去哪个时候去？对，这个子夜弥撒，这个是最大的功德，这是哈。所以呢，最不好的基督徒啊，天主教徒呢，他的子夜啊，他在家里面吃完饭以后做什么？然后一定要子夜的时候，这个去了以后怎么样？这个态度完全不同的。有时候我们基督教崇拜听完道以后，时间，哎呀，要忍茶了。有时候这些教会啊，我们基督教是不好的基督徒，要忍茶了，时间不够了怎么办？
不吃圣餐了，走了，对不对？圣餐是最后嘛，所以就不要了，所以就走了。所以有些教会就把圣餐放在前面，不要他们啊。其实这个不好，要放在后面啊，有原因的，我慢慢再讲。但是你看到我们基督徒就是很差劲的，就是，但是天主教徒呢，无论这个长序那么长那么短，但是圣餐这个圣体到最后部分的时候，他不吃怎么，他都不走，为什么？因为他们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吃，就是要吃，啊，因为这个是，所以是很多不同，哪个好还是不好，不知道了哈。当然了，所以他一定要，所以你把到最后的时候才有这个步骤，啊，吃这个圣餐，啊，这是意思就告诉大家，这个他们的所谓的弥撒就是没有教导，啊，不是最重要。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宗教改革呢？我们宗教改革就是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呢，我们的崇拜是什么呢？我们崇拜注重就是要领受什么？神的话语。什么为主啊？神的话语为主。所以为什么圣餐要放在后面？没有好好把神的话语抓住抓紧，你就去吃圣餐，这个时候这个圣餐功效没有那么好，明白意思吗？因为吃不吃不是这个饼的问题，是什么？神的话语，圣灵的问题，啊，所以很多不同的，所以你看到很多这些东西大家都不同，就是在这里。好，我们休息一下啊，我们然后就回来。